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81面，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长寿这看起啊。长寿者，长生也。世间也有长生之事，为真无生，则不生不灭，故立世间生死，方是真长生也。这一句话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学佛的人知道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常说的，说的很多很多啊，诸法是宇宙之间的一切法，实相就是真实相啊。真实相是什么呢？真实相就是说，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在自性里面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这才叫长寿，这才叫真正的无量寿。为什么呢？没有生命啊，有生有灭，那个长寿是有量的无量寿啊，不是真的啊。所以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自信。这地方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世间十法界里面啊，那我们一般所能体会到的是六道轮回，六道世界啊，实在是包括十法界啊，四圣法界，这个十法界都叫世界。十法界里头具足这三种现象啊，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啊。世间有，要超越这个世间就没有了，三种现象了不可得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搞清楚，你事情就解决了啊。三种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幻象。金刚经上说它叫梦幻泡影啊，这是事实真相啊。真搞清楚之后了，你的方向要向着自信，这叫正道。偏离自信呢，这叫邪道啊。你偏离了，偏离了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如果你是正道呢，你肯定这一生就成就了啊，永远摆脱掉了。所以要知道啊，我们的肉体是物质现象，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象是精神现象，这都不是真的。这个东西有生有灭啊，生灭的真相我们也看不出来。所以
为佛知之啊，这个事情凡夫不知道啊，只有佛知道啊。释迦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我们听了，我们好像也知道了。我们这个知道是道听途说，不是自己的心量境界，所以虽知道了，得不到实用。啊，如果真的知道了，契入这个境界了，给诸位说，他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了。啊，了生死上，明了生死的真相，假的、空的，像做梦一样。啊，做梦的时候生，醒过来就死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时间呢非常短暂。啊，一弹指有320兆啊，这一弹指。320兆什么？320兆个生命。320兆次的生死。这叫真相啊。啊，所以有没有生死？没有生死。啊，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现象看错了。这现象到底是什么？前面我们读了一句话，很现实。交代的很清楚。啊，我们过去我常常把它称作为相似相续相，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叫不断之物。不断的就是相续，相续的是什么？相续的是无啊，这个无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啊，这是无啊。600卷大般若我总结起来啊，佛给我们说什么？说诸法实相。实相是什么？实相是无所有，是毕竟空，是不可得。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了啊，菩萨真明白了，什么叫真明白了？它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啊？他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恢复了，因为他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切法全都放下了，全都放下，清净平等就现前了。啊，所以知道是解悟啊。放下就证悟啊！啊，解悟不得实业，真实的利益得不到。真实利益是就是不生不灭了，你真的无生了。啊，解悟是从佛菩萨那里听来的，我听懂了，我明白了，我不怀疑了。啊，下面的事情佛帮不上忙，这是自己事情，自己要放下。啊，放下起心动念就总放下了，就成佛了，一切放下了。啊，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放下了，你是菩萨。你超越六道轮回了，没有超越十法界。
啊，必须起心动念放下了，就超越十法界了，真的无量寿了啊！所以长寿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点都不稀奇。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知道，不是这个身体，身体有生有灭，身体不生活。啊，我是什么？我是我的灵性啊，灵性没有生命，灵性在外面游荡，叫做游魂啊。灵性如果回头了，回到十报土了，这叫菩萨。最后回归自性了，就成佛了。啊，只有妙觉才称之为佛。啊，妙觉回到常寂光了，回归自性了。常寂光就是涅槃。啊，涅槃就是涅槃。圆证三德之至果也。啊，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啊，这三种东西统统证得。这三种东西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法身是能生能现，般若是本具的智慧。啊，解脱是在一切诸法里面得真正的大自在了，没有任何约束了。啊，过去什么东西约束你呢？烦恼，烦恼约束你。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现在烦恼统统没有了，你们有觉悟，得大自在。啊，这个大自在就是真的我，这不是假我。啊，所以化身有常乐我净，这叫四德。般若也有这四德。解脱也有这四德，这我有啊，不是没有啊。啊，般若、法身、解脱，统统都有。啊，那个我是真正无量寿，那个我是真正自己，这个我是假我，要认识清楚。啊，假我是无常的。刹那刹那无常，念念生灭，你决定掌握不住，你决定控制不了，你决定得不到啊！灾难来了，身舍掉了，我没有舍掉，真我在呀。啊，真我迷的时候叫灵魂，觉悟的时候叫灵性，灵魂灵性是一桩事情啊，都是真我，一个在迷，一个在悟啊，不同在那个地方啊，迷悟不同，祸福不一样啊。觉悟了是得大福报啊，圆满的福报啊。那迷的时候要受苦受难。啊，虽然苦难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啊，十法界是假的，六道是假的。
啊，三途也是假的。啊，你迷的时候，你做噩梦，噩梦里做梦的受苦。啊，境界从哪里来的？这佛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能记住。佛门的术语，要时时能提得起观照功夫，就得受用了。啊，所有的现象从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有人说大灾难来了。啊，天忽然变黑了，时间多久呢？一年半载，这时间太长了。一年没有阳光，一片漆黑，不但动物不能生存，植物都不能生存。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我们现在知道，火山灰遮住阳光啊，地球上这些超级火山，科学家告诉我们，有十多个。啊，大多数啊在海底。啊，地面上很少，地面上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就是美国的黄石公园，超级火山。啊，科学家估计，我们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科学报告，这个火山要爆发，火山口多大呢？长45英里，不是公里，是英里。啊，45英里长，35英里宽。应该有一个都市那么大。啊，火山灰升到空中，估计是20公里啊，火山灰上升20公里。20000公尺。啊，现在一般远航的这些飞机啊，高度是多少呢？10公里，就10000公尺。啊，在这种高度，那在火山的灰的当中啊，啊，这个火山灰，科学家告诉我们，它影响的范围，直接影响范围1000公里。啊，1000公里之外呢，这火山灰会绕着地球转，跟着地球的风，啊，太空当中这个气流，这个灰吹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一片漆黑，那完全看风向了，风怎么吹了。啊，这个灰要通通慢慢落在地上散掉的时候，大概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啊，你才能看得到太阳。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啊，这地面爆炸，海里面像这个超级火山如果要爆发的话，像黄石公园的火山，估计海浪多高啊？
1000公尺，就是1公里。这个海浪就是现在讲的海啸啊，不是多少公尺的海啸啊，是1公里，就是1000公尺的海啸。啊，这个海啸扑上海岸，就冲上海岸，海岸可以影响多大的范围啊？啊，直径200公里，也就是你这个陆地距离海岸直径200公里是安全地带，靠近海岸200公里之内的都不安全。我们学佛的人遇到这个怎么样？还是一样笑笑，若无其事。知道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是真的。那我们灾难当中的时候，这个生死了呢？生死了，我没死啊。啊，佛家讲神实在啊，中国人说灵魂没死啊。啊，你永远要记住，你的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不受外面境界动摇，你自己能做得了主。我想到天堂，他就升天堂；我想到极乐世界，他就到极乐世界。自己能做得了主。如果在这个时候一慌一乱，一惊慌，自己做不了主了，做不了主就随业受报。那一般都到三途去了。啊，所以这种现象现前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好坏都说不上。啊，它是一个转化点。我们转到哪一道去？转到什么境界去？啊，可以转到佛法界、菩萨法界。转到佛法界是回归常寂光，那是需要很深的定功，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这个时候他就回归常寂光了。啊，如果还带着有无始无明的习气，啊，他肯定到诸佛菩萨十宝庄严土。为什么？那个境界他看到了。啊，那么再其次的。如法修行的这些人，功夫没有成熟啊，但是修行的功夫很得力，心地也清净，也慈悲啊，这些人都到天道去了啊，天道上面声闻缘觉菩萨，这都是他们的去处啊！如果还带着情执，还带有自私自利，还有贪嗔痴慢名闻利养啊，那这就六道去了，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些事实真相啊，佛菩萨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详细啊。
我们要记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得起观照功夫。啊，它起作用，不是学了没作用。啊，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境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一切法从心想生。佛说得好，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肯定宇宙万法跟自己是一体。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观念如果你真有，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地球怎么个变法？对你都有好处，都是帮助你向上提升。啊，如果你不了解，你有很深重的情执、贪生怕死，你就往下堕落了，那就下三道了。啊，那真正了解之后，你的心态就转变了。啊，变成什么？变成真正像佛那样的大慈大悲，怜悯一切众生，普度有缘众生。啊，所谓有缘的就是认识的。啊，凡是你所认识的众生，你接触到的众生，你都会想帮助他。帮助他最重要的，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事实真相，让他在大灾难里头不惊不怖。啊，心是定的。啊，只要心是定的，一点都不散乱，在灾难的时候就会有诸佛菩萨来帮助他，有善神来帮助他。啊，你心里乱了，佛菩萨加持不上，他就不来了，那就随你去吧。啊，你是定的，心是定的，是清净的。啊，这中国古人所说的得道者多助啊，谁助你啊？诸佛菩萨帮助你，天地鬼神帮助你。啊，那么涅槃长寿，就经中而言呢，即究竟即光也。长寂光净土啊，长寂光净土是大般涅槃，长寂光净土是真正的无量寿啊！这个在前面我们就学得很多了啊。长寂光里面，摄身摄土都是一桩事情啊。长寂光就是灵性啊，灵性非物质现象，非精神现象，非自然现象啊，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啊，科学跟哲学都必须要研究对象，有对象他就有办法。啊，他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科学哲学达不到。啊，科学所用的
眼耳鼻舌身，这些所用的第六意识，啊，自信、真心、常寂光土，他没有这三种现象，能生三种现象。那么起心动念呢？能把自信所生所现的一切现象，让它产生变化。所以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指什么？指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十法界的现象不是自信所生所现的，自信所生所现的是十报土。啊，把十报土变成了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甚至于变成了三途，都是报土变出来的。谁变的呢？念头变的。啊，善念变善道，恶念变恶道。啊，谁变的？自己的念头变的，与别人念头不相干。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是一生，或者讲生生世世所受苦乐之报，不能怪别人，完全怪自己。啊，都是自己愚痴蒙昧呀，随到外面境界所转。啊，起心动念，起这个心有善有恶，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啊，恶念变成三恶道，善念就变三善道。统统是自己变现的。那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现在佛教给我们，我们在现前这一段时间里头，这段时间不长，我们应该怎么变？变阿弥陀佛。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这是善中之善，无比殊胜的大善。啊，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太殊胜了啊！啊，把握一定要靠自己，什么人都帮不上忙。佛菩萨不能帮助你，你的父母、老师、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帮得上。全靠自己啊！把自己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你就对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换心呐，啊，换心的意思
就是心里头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都把它清除掉，通通换成阿弥陀佛，这换心啊。为什么呢？心一换了，一切都换了啊。我们所谓是起心动念的一切行为啊，言语行为都是心在那里支配它，在智慧它。我们心是阿弥陀佛，那就全变成阿弥陀佛了啊，言语变成阿弥陀佛，行为变成阿弥陀佛，这样才必定生净土啊。啊，像阿弥陀佛一样慈悲啊，广度众生啊。众生不是外人啊，跟自己是一体，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啊，比一家人还亲，一家人都不是一体。啊，一体是什么呢？一体是我们眼耳鼻舌，里面五脏六腑，统统是自己。你能不爱护吗？你能跟他对立吗？啊，你能把他开除掉吗？那不可能的。常常想到这个，你是真菩萨。常常想到我你他，这是凡夫。为什么我你他这种分别执着是六道的根啊？六道的根丢不掉啊，你永远脱离不了六道。啊，佛菩萨苦口婆心的，天天讲，天天劝，留下这么多的经典，可是我们看不明白，听不清楚。啊，仅仅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佛教的种子善根，如此而已。日常生活全用不上啊，啊，还是烦恼、妄想、分别、执着当家做主，那这个灾难现前，你都要受了。啊，念头如果一转，转成阿弥陀佛，你就不受了。啊，不受是什么样子呢？不受是你在旁边看电视、看电影，你看地球上所有众生在表演，你在旁边看。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当局是表演的，表演的人迷惑啊。啊，旁观的人与他不相干的，他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在灾难临头的时候，是愿意做表演者，还是愿意做旁观者？啊，做旁观者，你得跳出来，你才能做旁观。你跳不出来，你在里头表演。啊，所以旁观的人看到哈哈哈大笑啊，啊，表演的人惊慌失措，苦不堪言的。我们看底下一段，这就是总结，本品，光明善恶果报。啊，光明是详说，说得很详细啊。啊，说明善恶果报，观经三福中身心因果。
啊，这句话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特别强调。啊，因为我学观经的时候，这一句我搞了两三个星期才把它搞清楚。因为深信因果这一句它放在第三幅里头我就不懂了，它要放在第一幅我一点都不怀疑啊，因为第一幅是凡夫，你劝凡夫深信因果没问题，我们很理解。第二幅是小乘，你要劝他做深信因果也能讲得通。第三幅是菩萨了，菩萨难道不相信因果吗？哪有这个道理啊？这就把我搞迷惑了，迷了两三个星期。啊，到后来怎么搞懂的呢？这因果不是别的因果，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我们六道凡夫都懂。啊，这因果是什么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因果真的很多菩萨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的意思深呐、啊。同样一句话了，你看对什么人讲啊？净业三福放在幕后是对菩萨讲的啊，劝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四句话对菩萨讲的啊。四句前面三句我们不会怀疑啊，对菩萨讲发菩提心正确。啊，二乘人不发菩提心，菩萨发菩提心。啊，二乘人不读诵大乘，也不会主动去教化众生。啊，所以对菩萨讲这个，对的。菩萨要读诵大乘啊，像李老师当年教给我们，不但要懂佛法，还得懂世间法啊。懂佛法你讲经七理，懂世间法你讲经七机啊。如果七机七理不七机，这些解行不通，你没法子教化众生啊，众生不接受你的教化，你弃机不弃理，众生虽然很喜欢听你的，但是你所讲的东西不是正法，邪法，把人都引到错误地方去了，因为你不修大乘，所以菩萨要光修德闻。事出事法都要通达，你教化众生才圆融无碍呀、啊！啊，这才叫菩萨了！啊，可是话说的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李老师举例告诉我。他说佛法大藏经，这大藏经你能够念通吗？念不行的，要通才行啊。啊，那世间法他说不算别的吧，就算中国一套老书四库全书你能通吗？这几句话呢，就把我们吓退心了，不敢大妄想了。
啊，最后老师教我们另外一个方法，行可以通，啊，通世间法，通出世间法。啊，用什么方法通呢？不是去学，不是去念，用感，感应，感通。啊，拿什么去感？拿真心、真诚心，可不能用妄心。妄心所感的是六道，妄心所感的是妖魔鬼怪，不是佛菩萨，连正人君子都不能感动。啊，所以妄感的一定是邪门外道，啊，妖魔鬼怪，他来引。啊，诚，诚还不够。真诚到极处，这老师送我的至诚感动。真诚到极处，你自然就通了。为什么？这个道理啊，我们细心去思维，可以体会到，你是真心，佛也是真心，菩萨也是真心，圣人都是真心，没有丝毫虚伪，真心跟真心起感应，啊，妄心跟真心不起感应，啊，真诚自自然然能感动人，真诚别人的问你问题，你也没去想，也没说，自然就能够答应答，而且答得非常好。真诚心去讲经，啊，事先预备准备这些东西，上台之后可能完全用不上，那个智慧不知道从哪来。啊，这一座经讲完之后，啊，听众听得很欢喜，啊，自己也莫名其妙，啊，从前没有录音，没有录像，现在有录音，有录像，自己看看也很欣赏，我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啊，这是我讲出来的吗？啊，你们看看地贤法师当年讲经，姜维农、蒋维桥这些居士，啊，给他写笔记，他们在听，听的时候记下来，啊，讲完之后规矩是把自己所记的东西给老和尚看看，啊，老和尚认为不妥当的把它修正一下，啊，这个笔记印出书了，叫《圆觉经清文记》，《圆觉经讲记》是地仙老和尚自己写的准备的笔记。啊，他讲的东西笔记很多都没有的。啊，清文记听众记录下来，老和尚看了他们这记的笔记，问他。这话是我讲的，是我怎么会讲这么好啊？这就是感通啊，不是妄心啊，真心啊，啊，真心利益众生，真心帮助大家破迷开悟。所以你在讲经的时候，三宝加持，等于说三宝借你这个身体，借你这张嘴巴，他在讲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
啊，那么这个境界，凡是常常上台讲经的人都有，都会有这种感触。啊，不是某一个人专有的。啊，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啊，心越真，加持的力量越大。啊，就像印祖所说的，你一分沉浸得一分加持，你十分沉浸得十分加持，你百分沉浸得百分加持。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他那个不是加持，他那是见性，那个另当别论。啊，见性说他入佛境界了，所以身心因果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啊，我们真的相信念佛就成佛，啊，念阿弥陀佛，你将来成的是哪一尊佛，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一样无二无别。啊，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诸佛都赞叹他，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舍王。我们以他做典型，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阿弥陀佛欢喜，阿弥陀佛就加持你。啊，所以三福当中，身心因果一正，以此为劝也。啊，三福给这一品经所讲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一品经就是身心因果的细数。世人于此不懂因果。特别是近代，我这一代比现代这一代好多了，虽然不是很深信，但是不排斥，不会批评他。还好教啊，现代人不好教啊，他不相信啊，他批判你说你是迷信啊，说你不合科学，所以或更狂妄啊。我们那个时代愚痴，不重视因果，现在更狂妄，不无因果，排斥因果，说因果是宗教，说因果是迷信，说因果是骗人的。对于今天的社会，诸佛菩萨了如指掌啊，他太清楚了啊！故注经中啊，反复教诲啊，时时刻刻提醒你。你不相信啊？我在此地看到这一句，自然就想到张家大师啊。我初学佛的时候，
我不重视戒律。啊，我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释迦牟尼佛是3000年前的印度人。啊，3000年到今天，古今我们生活方式不相同。啊，我们怎么可能去过3000年前的生活？啊，去守3000年前的规矩，哪有这种道理？你看我这个歪念头，啊，还挺有道理的。他不接受啊！啊，那么在空间上讲，我们是中国，那是印度。我中国人有中国人生活习惯，有中国人文化，那怎么可以就用印度东西呢？用印度3000年，怎么哪有这种道理呢？我虽然不敢跟张家大师辩论，那我心里有这个念头，那个老人都看出来。啊，所以他也不勉强我，啊，恒顺众生，随着我，啊，可是他用的技巧，就是我每一次去看到人，他都会送到门口，啊，在门口的话，他会叮咛一句，戒律很重要，啊，轻描淡写说一句，也不管我听不听。啊，反正每一次送我出来都会说这一句话，这就是反复教诲，慈悲到基础啊！啊，所以大师圆寂了。啊，他火化的时候专门造了一个塔，火化的塔。那我们有10几个人，甘珠活佛带头，啊，他是我们的老学长，啊，我们搭帐篷，在他火化塔里面，我住了3天，我有工作请假3天3夜，住3天，他们在住的时间久了，住2-3个星期。我在那住3天，就在那里想，我跟他老人家3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这样一回顾啊，哎，戒律很重要，这个呢，他讲的太多遍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讲这句话？啊，我就得想他呢。讲这个话用意之何在？啊，慢慢想，我想1-2个星期想通了。戒律是佛法，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佛法是了生死出轮回之法，那它的标准就是戒律。我们世间法是社会大众生活的方式，所以三代就不一样了。三代讲夏商周，啊，时代变了，我们的生活跟着变。啊，所以这个礼法律常常要修订，佛不能修订的，佛一修订就不能出生，不能出轮回了，它是出轮回的法了，你的一修订一改变呢，你出去了。我想通这个道理，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就接受戒律了。啊，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改正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张家大师圆寂是为了我。他要不圆寂，我永远不会认真去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学佛的根基就扎不稳，这个错误的观念太严重了。啊，他这一走，让我认真去反省。啊，三年，他教我什么，我学到什么。啊，这样一想的时候，这个戒律重要，真的是学佛第一桩大事。啊，这是根。这个上收获之后，我们这一生所学的是佛学，不是学佛，这多重要啊！所以他住世是教众生，他圆寂还是教众生，他不这样做我们醒不过来啊！所以我们对老师感恩啊。啊，决定不能说谎。啊，这些年来，在全世界走动，啊，看到我们佛门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成就都比不上古人。啊，不要说古人吧，上一代都比不上。啊，我们能够跟地仙法师比吗？能够跟印光大师比吗？能够跟地仙法师比吗？啊，像虚云老和尚，我们跟他那比不上啊。为什么比不上呢？是不是我们聪明程度不如他们呢？绝对不是的。啊，善根福德聪明才智绝不亚于他们。那为什么一生不能成就？疏忽了戒律。你虽然努力，你没有根。他们那些人有根。我们这些人没有根，我发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最近十几年来啊，普遍劝勉大家扎三个根，出家扎四个根。啊，我把这个病因找到了。啊，怎么对治呢？那就是要重视戒律，要真干呐。戒律不是念的，不是讲的。要做到啊！你只要这三个根扎稳了，就有感应道交。啊，年岁大了，学来不及了，有感应。啊，我这一生讲经教学，给诸位说。十之七八靠感应，我自己天天学习努力，也不过占十分之一二。啊，这个方法，张家大师不是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至诚感通，他给我四个字。啊，我终身奉行。这是世尊慈悲啊，在经中反复教诲啊，教诲我们什么？身心因果
我们对因果信了不深，所以它不起作用啊，依旧还造业。知道造业受报可怕，他现在还是不怕，果报还没临头，临头害怕，后悔莫及了。现在害怕，赶快改过自新来得及。又无以悦，助欲啊，助于往生阿弥陀佛国者。啊，这是书注释很多啊，很多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虽不能大精进禅定持精戒，大要当作善，如果你想往生极乐世界，大精进禅定持精戒，这样的人往生至少都是方便土往生，他们不是在凡尘土去土啊，我们做不到，不能具备这些条件，那怎么办呢？要当作善，上面还加个大字，大要当作善呢，别做恶啊。这个善的标准就是十善业，啊，大做，你想常常要做，落实十善业道这个念头啊，可不能忘记。一切事，一切处，心里头常常有十善业道。啊，第一个不杀生，绝不能伤害一个众生。可是我们有意无意会伤害自己、愚痴蒙昧们，啊，我们遇到善法，不肯传给别人，这就是不善呐。你自己的好处东西要是要一定要去教导别人呐。啊，别人能接受的，你要尽量的帮助他。不能接受的，你要让他知道，为什么呢？阿赖耶识给他种种子，这是不能接受的。啊，说佛教是迷信的，你有善巧方便啊，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出家人容易。人家一看你是和尚，念头里头就起个佛的念头，就给他种个善根。啊，在家同修，我手上拿一串念珠，啊，人家看到念珠，晓得这是佛，他也落个善，阿赖耶上落个种子，这叫善巧方便呐、啊！啊，能信。能解能受的
那我们帮助他精进。这是大善呐！没有能力是没有办法了，有能力一定要帮助啊！做这些事情，两个条件，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有慈悲没有智慧不行，你会做错事情；有智慧没有慈悲，你懈怠，你不肯干，都不能成就善果。冤亲债主怎么度他？过去我在台湾讲经的时候，常常叫人，有一个老太太要告诉我，用我的方法，把自己怨恨的人列长生牌位，供在家里佛堂的旁边，天天拜佛，拜完佛之后要拜他三拜。拜了三年，他来告诉我，怨恨呢，那个念头减轻了，但是还是有。听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人，心里还是不高兴。清净平等心生不起来，问我怎么办？我说减轻，是减轻了。我说那你已经不错了，有效果了，继续再拜。你再拜三年，你再拜三年看看。三年还有疙瘩在的时候，再拜三年就消掉了。听到名字，见到这个人，不起怨恨心了。功夫不够啊。根心立地，有勇猛精进的。三年时间真够了。再见面，他要不嫌弃，就去跟他打招呼了。给他道歉，向他忏悔，能做到啊？不但你自己的冤结解开了，而且你在那里教化众生，那变成什么？变成演戏了吗？演给大家看了。你看，从前是冤家对仇、深仇大恨，现在化解了，像兄弟姐妹一样，做给别人看。你看，佛法有这种力量。这是功德寺啊！可是我们看出有不少很多，知道错了，也不再怨恨了，愿不愿意承认错呢？不愿意，面子问题。自己心里知道是不对，但是就不肯当众承认。这就是讲发怒忏悔，不敢呢，不敢当发怒忏悔，爱面子，所以说爱面子是很大的障碍，让你自己知道忏悔，忏不干净，罪业是减轻了，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他不晓得。
如果你真忏悔的话，把面子放下，不但自利，而且度人，不但自己罪业消除，功德累积了。帮助别人升起信心，感动那些造作罪业人，自己也想回头，这个功德就大了。彭吉清居士曰：“十善本为天业。”十善本来是升天的，上品十善升天道，中品十善升人道，下品十善修罗道，这个修罗是讲天人阿修罗。今以念佛因缘回向极乐，即转天业而成净业。十善业道经里头讲的清楚佛说十善业就像大地一样。世间所有一切万物都是以大地而建立，没有办法离开大地，实际上就好像是大地。你没有这块地，你什么都不能建立。所以它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本。你没有它，修一切善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好像你要种植，你没有土地，你怎么种法？你要种植，一定要有土地。十善业道是大地。一切人天法要依靠它，乃至于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佛道，通通要依这个大地。没有这个大地，所有一切法都不能建立。这个话说得好去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十善业道学习。没有十善业道，你修什么都是假的。有十善业道，用它来修净土、念佛。回向极乐把十善念佛通通回向极乐，转天业而成净业。果报就不一样了，不是升天了，是升极乐世界了。何以故？念佛之人呢，能转恶业。何有天业而不能转呢？念佛的功德大，恶业都能转。哪有十善业不能转呢？十善业一转，就是净土啊。是故，修净业者，当尽己力，自己的力，尽心众善业。这是念佛人不能不知道
念佛一定要修十善业，且所谓待业往生者，其业该知续业也，续世我也，虽未全消啊，但丈夫本愿即持名妙心，故可以待业往生，不跟我去，就是你不再堕三恶道了啊，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待业往生，这你讲得好，是待续业，续业是过去的，啊，前世的罪业，这一生当中没有学佛以前造的罪业，这个可以待。天天念佛，天天还造罪业，这个不能带，这个带不去的。啊，或者我们再说，进一步的说，先学佛，对佛法并不了解，有学佛之名，无学佛之实。现在对佛法明白了，了解了，那你就不能再造恶业了。啊，你再造恶业，你想想，第一个，对不起自己；第二个，对不起佛菩萨；第三个，对不起父母；第四个，对不起老师。第五个，对不起一切众生。你自自然然就不会造罪业了。啊，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会怎么做。真的是以教奉行。啊，所有一切善与不善，自己知道。啊，境界现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所以待业往生，要知道待什么业往生。啊，决定不待现行。下面弥陀第二愿，所有一切众生耶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无上正等正觉，不负更多我道。这是第二卷所说的。啊，第二卷四十八卷第二卷所说的。但所谓待业，只现所业，而绝非现行之业。这几句话是念老说的，说得很肯定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啊，天天还在造业，不行，这不能往生啊，这把意思全搞错了啊。你没有觉悟的时候说情有可原，为什么？你糊涂无知，做错事情，不怪你，
啊，现在你明白了，明知故犯，哪有这种道理？啊，明知故犯的不能原谅你。如《涅槃经》中，广恶徒耳，这是以杀生为业的。啊，在古时候，大概就是杀牛、杀猪的，一般是指杀牛的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他真的后悔了，永远不再杀生了。啊，真放下了，他就成就了，固执成佛。必须放下屠刀也。屠刀代表什么呢？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成佛了。佛法确实是智难行易也。你看成佛，放下就成佛。啊，起心动念放下了，分别执着自然就没有了。为什么？起心动念生分别，分别生执着，这是连带的。啊，烦恼的根源是起心动念，根源断了，底下枝叶全都没有了，就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给我们做实现，就是表演给我们看，菩提树下怎么成佛的，烦恼障放下了。所知障放下了。啊，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常说，他19岁离开家，放下烦恼障。30岁菩提树下，放下所知障。因为19岁到30岁这12年，他是广学多闻。啊，那是什么？那是所知障。啊，他完全实现为一个现代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啊，知识分子啊，两种障都重。啊，而所知障比烦恼障还重，这知识分子毛病。啊，两种障碍都放下，他才能成佛。啊，做给我们看的。啊，两种障碍都不能有啊。啊，两种障碍都是人物。啊，都是分别。下面说，若行人习静，修清净心。啊，习静是修清净心，一面念佛，一面作恶，如是修行，决定。不能忘生啊，也就是说，他决定不能得清净心。
往生真正的条件，你不能不知道。心经则佛土经啊，为什么呢？记住，世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清净，外面一切人事环境清净，物质环境清净，没有一样不清净。道理在此地，净土从哪里来的？自己清净心变现出来的。佛给我们做增上缘而已。啊，佛的土清净，我说他心清净，我们心也清净的，跟他的清净心没有界限，所以我们的净土跟佛的净土也没有界限，是一不是二，是一体的。往生的道理建立在此地，啊，我们的心安住在这个境界，这个世界怎么乱，灾难怎么多，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啊！啊，刚才说的了，灾难是在表演，觉悟的人是在旁观，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看戏的。啊，他在欣赏。啊，欣赏什么？自信跟阿赖耶的变化，他在欣赏这个，妙绝了。啊，比欣赏艺术表演，那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呀！再看戏啊。生智慧，不生烦恼。只有自私的心、轮回心，看事情才会生烦恼。啊，清净心、平等心，怎么会生烦恼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我们要学菩萨，永远用清净心、平等心来看戏，设法界一真庄严在我们面前表演。啊，如果我们心一有染污，啊，有分别、有执着、不平等、有好恶了，那就不是看戏了，去演戏去了。你就上了舞台去表演去了，你不是旁观的啊，你受了影响了。又有以行善为人天成而亲之者，啊，真有人呢，把行善这个事情看作什么呢？看升天。啊，唐朝了科禅师以吹不毛是弟子慧通，弟子无数，啊，了科禅师住在哪里？杭州西湖，他在树上搭了个小棚，啊，他就住在树上，他没有道场，所以像鸟一样，树上做个窝，
所以人家称，大家都叫他做鸟窠禅师。啊，你看他怎么样叫他的弟子？悟道啊！啊，这是什么道呢？明心见性。他没有讲话了。啊，他吹毛布，布毛啊，吹布毛。弟子看到了，懂得他的意思了，能体会，能通达。啊，弟子会通这个名发明的，就是叫他体会通达。他真的体会了，真通达了，但他误入了。所以人呢，悟道的缘分每个人不一样，不定什么时候，不定是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和接触的什么，他一下就开悟。是什么原因？宗门里面常讲的移情有问题，有疑惑，没有答案啊！你不能找答案，你一找答案，你永远不会开悟啊，所以要细心去体会，体会不到，这个问题永远在，永远别找他答案。不定遇到什么机缘的时候，豁然大悟。啊，那个急着找这答案是什么心态呢？心里很急，急躁。我们今天讲。心情烦躁啊，啊，这样的人，他心是浮动的，叫心浮气躁。他心不是定的，开悟的人心是定的。啊，外国人教人，为什么科学？他要讲速度啊，要求快速，和东方人求智慧，跟他完全相反。东方人一切都是缓慢，他都在定中，定开智慧啊。我们看曾国藩的书籍，他的家书家训，这非常有名的啊。他教他的子侄就是晚辈，行住坐卧都要慢，说话要慢，动作要慢。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稳重啊。出大事，越是严重的大事越要慢，急躁不得，人一急慌张了，只生烦恼不生智慧。那什么大事面前放在面前若无其事，如如不动，他就会处理的恰到好处。啊，这个快速马上好像很敏捷的说，那是外国人了，中国人看到毛躁。啊，这个人不成器。啊，浮躁，这心浮气躁。啊，白居易。当时候做杭州太守，就是现在的市长，
的地方观，啊，到西湖去游玩，看到这个妙国禅师，向禅师请教什么是佛法，问这个问题，什么是佛法？禅师回答他八个字：诸我莫作，众善奉行。啊，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他说此二句三岁小儿也说得了，这有什么稀奇？三岁小孩都会说。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辽阔禅师借着一句话：“八十老翁行不得。”啊，辽阔禅师的上面呢，还是有一句，他真省略掉了。三岁小儿虽说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啊，所以以此二句为浅呢，以吹不毛为深者，不拘也。啊，这白居易的境界，说以此二句与吹不毛平等无二啊，这辽阔禅师也。啊，一迷一悟，何耻天缘？若是缘人呢，法法皆缘。人天成即是一佛成，又何能轻视也？是迷就有分别，就有高下，啊，就有染物，就有好物不同，啊，物了呢？物了万法平等，万法一如，所以迷悟啊，天壤之别。啊，若是缘人，缘是缘物，真正觉悟了。啊，觉悟之后，他要法法圆满。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法法皆圆。啊，那他看什么？人天成即是一佛成，那就是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觉悟的人啊。啊，而众生的是，众生是一个一个是有差别的。啊，我不是你，你不是他。这是迷，这不是觉悟啊。啊，觉悟，我们这个经上标示出来的。清净是觉悟，平等是觉悟，觉是觉悟。啊，清净平等就是觉悟啊。跟清净平等觉相反的，是迷惑颠倒。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有轻重之分，有善恶之分，有好坏之分，啊，有大小之分，这都是迷。啊，真正悟了，法法平等，法法皆如，法如其心，心如其法。性相也如，
性相不二了，或者是讲到生佛不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说净宗之妙在于照真大俗，照见是真相，诸法实相啊，这是照真呐。大师通达，俗就是真，真就是俗，真俗是一，不是二。那真是从性上讲的，俗是从相上讲的，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心显在相上，相呢就是心，迷的人心不是相，相不是心，这就分别之处。悟的人性就是相，相就是性，没有分别。我们什么时候对于一切法都不分别了，自己确实境界提升了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想到我还是凡夫，我学佛没进步没有把自己境界提升。若光行众善，则造福于当前之社会，且呢成为敬业之祖先。它帮助你什么？帮助你提升品位。光行众善呢，不着相啊。这句话重要。着相，人天福报；不着相呢，那是往生的功德。你看功德跟福德，就是着相跟不着相，事是一样的。都是行善，事是一样。用心不一样没有分别执着，世间福报变成出世间的功德如果着相修福，这个福报就把出世间的功德变成世间的福报都是念头在转变的，一切法从心相生的佛身心愿，持佛名号，则自他坚立，常乐无极这再进一步说，你真正能够深信深愿你的心愿多深，心愿多大，心愿多强，用这种信心愿力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持佛名号心里有佛，口里有佛念念不舍阿弥陀佛这就是李老师常说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对应对当前灾难，这个方法比什么都有效。
啊，我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如果真的像预言里面所说的，地球上300年的科学成就，一刹那就毁掉了，全都毁掉了。可不可能呢？可能，整个地球灾难现前，就会有这个样子了。啊，到处火山爆发，处处地震，那么全都毁掉了。啊，刹那之间呢，啊，什么原因？地球上众生千万年来所造的不善业，累积到今天，这算总账啊！啊，就会有这个现象发生的。啊，这些传言可不可以相信？我们学佛的人可以相信。那为什么自作自受，自己累积的罪业，不是没有缘故啊！啊，那灾难能不能化解得了呢？当然可以，只要你回头，我真正忏悔，后不再造，这灾难就没有。啊，所以这个你要相信，一切法从心想生，灾难是不善念头累积的。现在我一念回心向善，我不肯再造善了，我完全明白了，痛改前非，后不再错，灾难马上就没有了。啊，灾难跟没有灾难都不是真的，从心想生呢。哎，你不相信，那你就没法子了。啊，随着你讲的深信愿，啊，名号是善中之善，无与伦比的大善，这持名号自他建立，啊，我们自己问题没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安全，啊，他是什么？别人，别人虽然没有回头，我住在这个地方安全，他也不会受灾难。对，自他两利呀。啊，我的业消掉了，他的业没消掉啊，业怎么消掉了？恶念断掉了就消掉了，只要你还有我的念头，有我的念头在，你就有啊，这是个关键啊。我们怎么会把所有念头讲我没有了啊？谁是我呢？一切众生是我，这叫法身。我活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也问我，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是整个宇宙。譬如说，我是什么呢？我是我身上一个细胞。现在我明白了，整个身体是我，我不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以前执着这个细胞是我，跟其他的细胞都对立。啊，跟眼耳鼻舌对立，跟五脏六腑对立，
这就麻烦了，这就要造罪业。啊，罪业积累累得严重了，就会爆发。这爆发就是灾难。现在我明白了，肯定的，整个宇宙是苦，发生是苦。啊，我这个身体是发生之一，发生里面的一个小细胞。我这个细胞要为整个身体，整个身体也为我这个细胞，这就完全正确了。啊，这就大彻大悟啊！啊，你对于每一个人都看成跟自己一样，比兄弟姐妹还亲。灾难就变了，境随心转啊，外面境界，我们的身体跟外面境界永远跟着心，跟着念头在转啊。实际上什么叫正念呢？正念叫无念，无一切妄念啊。怎么转法？这个经上教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转法，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所以自他坚立，常乐无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